Hello， 我是 Nick，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即时通。请我们以非常沉重的心情呢来看待这一集，因为今天基本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信用卡呢都是有略微调整的。今天总共有四点的优惠想要来跟你们分享，那这些优惠公告呢都是明年2022年的信用卡公告。首先第一张会来跟你们分享是远东快乐卡，而接着第二张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联邦赖点卡，而第三张呢则是永丰 JCB 现金回馈卡，第四张则是大家期盼已久的永丰必备卡。但是呢，在开始之前，你可能要先把你的卫生纸准备好，因为呢可能会有一点难过，值得哭一场哦。如果说你今天还在寻找一个高活储的数位账户，我这边会推荐你可以申办远银的 Banky， 只要透过连结申办呢，就可以直接享有 2.6% 的超高活存，一路延续到明年，不需要任何门槛以及条件，在下个月的21号开始呢，就可以享有 2.6% 的活储利率。如果说你今天金额超过5万块的话，也可以享有 0.6% 的活储利率无上限。不管你今天是小资族或者是资金大户，远银Banky 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要来跟你们介绍是远东快乐卡明年的回馈公告。这张信用卡呢，目前是公告到明年的6月30号。你今天在星巴克、卡玛或者是鲁伊莎咖啡消费呢，都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元，所以左右可以消费到2000块。接着，如果说你今天利用指定行动支付消费，一样也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6000块。它指定行动支付包含了 LINE Pay 接口支付、悠游付、拍钱包以及欧付宝。而如果说你今天利用指定行动支付单笔消费满10000块的话，就可以再额外享有500元的刷卡金回馈，相当于是5%。这个活动呢是需要登录，它每个月限量5000名的名额。所以啊，如果说你本身消费其实没有到那么高，但是又想要拥有高回馈的话，这张信用卡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接着，如果说你已经在指定的网购平台上面消费，一样也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元，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2000块。它的指定通路包含了 Momo、PC Home 以及虾皮。但是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以上所提到的任何回馈，它都必须每个月进行登录。如果说你在当月啊忘记登录的话，你这个回馈就是拿不到，这是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的地方。这张信用卡其实还有非常多的通路都是可以享有回馈，那我这边就不再一一多做概述。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呢，我都把详细资料放在下面，有兴趣都可以点开观看。接着下一张呢，要来跟你们分享是联邦赖点卡，它目前呢是一口气供到明年的12月31号。你今天符合条件呢，国内可以享有2%，国外可以享有3%的 LINE Point 回馈无上限。那它条件呢，就是你今天必须绑定联邦银行的账户自动扣缴，这个部分啊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但是呢，唯一有更改的部分呢，就是它保费从2%下降到了1%的 LINE Point 回馈无上限。所以啊，这个地方是稍微比较可惜一点的，因为很多人啊会把这张信用卡拿来当做所谓的保费神卡，因为呢，它不仅可以享有回馈之外呢，你今天单笔满万啊，最高还可以享有12期零利率的优惠。所以，这张信用卡保费调降之后，你可能就要再额外寻找一张回馈比较高一点的信用卡了。除此之外，它还有在额外新增回馈。你今天早在礼拜三与指定的网购平台上面消费，可以享有5%的 LINE Point 回馈。其中加码3%，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呢、是100元，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6666块。那目前这个活动是公告到明年的6月30号。它指定通路包含了 Momo、PC Home、雅虎、博客来、LINE 礼物。所以如果说你本身持有这张信用卡不是拿来刷保费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明年的回馈算是可以期待的。如果说你已经是新户，并且在明年3月31号之前申办的话，最高可以享有 10% 的回馈。这个回馈呢，就是你在合卡30天内累积消费满10000块的话，就可以享有1000元的家乐福礼券。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是永丰 JCB 现金回馈卡，目前是公告到明年的6月30号。如果说你今天符合低消条件的话，透过封城网购啊，或者是透过封城叫外送，国内啊可以享有4%，国外直接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符合低消条件的话，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国内消费从最高6%下降到了4%，而国外消费则从最高7%下降到了5%的现金回馈。它指定通路包含了海外的网购、餐厅以及呢指定的百货公司。如果说你今天想在国内网购得到回馈，你就必须透过封城导购才可以享有国内4%的回馈。如果说你今天没有透过封城导购的话，最高就只能享有1%的现金回馈，其实非常的可惜。前面所提到的封城导购以及指定通路加码3%回馈是共同计算的，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10000块。前面啊有跟大家提到它的低消条件，在旧有制度里面它低消条件是2000元，但是从明年开始之后，它低消门槛从2000元一路飙升到了5000块。所以如果说你当月没有符合低消条件的话，就只能向国内1%、国外2%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这张信用卡如果说你想要一眼一闭之，最简单来说它就是调降了，而且低消5000块对于小资族来讲并没有到那么的友善，重点是它低消5000块之后呢，达到回馈国内最高也仅仅只有 4% 而已，其实并不是到那么的高。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就很常利用这张信用卡在网购，或许在明年你就必须寻觅一张回馈比较高又没有什么低消条件的信用卡了。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大家引颈期盼非常久的永丰必备卡明年的回馈公告，卫生纸请先准备好，因为呢你大概可以哭一场了。这张信用卡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先给大家简单四个字，就是神卡陨落。目前的公告是到明年的6月30号。它这一次一样分成两个等级，首先在于董会的部分，就是你存有等值台币1元以上的外币；而在于超会的部分啊，就是你存有等值台币10万元以上的外币。如果说你今天符合低消条件的话，利用指定行动支付消费，国内呢可以享有 3%， 而在国外则是可以享有 4% 的现金回馈。如果说你今天是董会等级的话，加码 2%，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元，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5000块。而如果说你今天是超会等级的话，加码 2%，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呢则是300元，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15000块。它指定行动支付包含了 Apple Pay、 Line Pay、 Google Pay、 神送 Pay、 Gami Pay 以及 Fibi Pay。 听到这个部分大家应该就是心碎满地了，尤其在于超会等级的部分啊，真的是大幅的调降以及缩水。超会等级在行动支付的部分啊，原本是国内可以享有 6%， 国外可以享有 7% 的现金回馈，并且呢在于加码 2% 的部分啊，原本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75000块，这一次啊直接缩水成15000元，其实少非常非常的多。调降的部分啊不仅于此，它这一次还新增了所谓的低消条件，它的低消门槛啊就是在当月必须累积消费达到2000元以上，而如果说你在当个月没有符合低消的话，你就只能享有国内 1%、 国外 2% 的现金回馈，无上限。另外它这一次额外新增的回馈，就是如果说你今天透过丰城海外村购物的话呢，则是可以再额外加码 3% 回馈，所以如果说你今天透过丰城在国外的网购上面消费的话，最高则可以享有 7% 的现金回馈。丰城海外村讲简单一点，就是透过丰城到国外的网购平台上面消费，加码 3%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董会跟超会啊都一样是200元，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6666块。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必备卡的回馈介绍。如果说你听完还是觉得有一点模糊的话，其实我已经都把详细的资讯啊写成部落格，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啊以及置顶留言，都可以点开观看。简单来说，我觉得这次董会跟超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只有差别在它的回馈上限，在回馈趴数的部分啊基本上都没有做任何调整，所以从明年开始之后啊，你要当董会或者超会，我个人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张信用卡回馈更改之后，它还是有稍微可取之处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利用 Apple Pay、 Google Pay、 神送 Pay 这种 NFC 感应的行动支付，把它当成是国内一般消费 3% 其实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指定行动支付的神卡，你可能就要再额外寻找别张了。所以这张信用卡到明年还要不要继续使用呢，就必须依照你自己的消费习惯来做判定了。那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对于这次永丰必备卡更改呢有什么想法。今天影片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如果说喜欢这支影片，不要忘记帮我喜欢或订阅我，记得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上线影片。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的，欢迎 follow Instagram 或是按粉专页，也可以加入会员帮助我创作更多精美优质影片。兄弟，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其实今年就是永丰年彻底结束，所有的永丰卡片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调降，不管是永丰大户、永丰 JCB、 永丰必备卡，现在都是调降，就剩下永丰三井联名卡跟永丰 Sports 卡，不知道他们回馈公告如何，搞不好影片上线的时候他们已经公告，那如果公告我会赶快再拍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啦，就是如果说当某一张信用卡或者是某一家公司突然推出了很多高回馈的信用卡，他们如果说要调降基本上都是一起掉。那永丰其实之前真的是给太多回馈很高的信用卡了，不管是大户不管是必备卡， JCB 其实很早以前都表现还不错，只是就是慢慢的调降。那这次必备卡说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遗憾跟可惜，它的回馈真的调降太多了。那如果说你本身就是行动支付可能 6%7% 在用了，你会一瞬间不知所措，像是我现在马上就在思考说，哎，那我明年到底要刷哪一张信用卡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到一张信用卡是真的可以无脑刷，因为像必备卡就真的无脑刷，你是网购 Apple Pay、 Line Pay 就刷，实体通路就 Apple Pay、 Line Pay 也都可以刷。那目前可能就是必须分，哎，我行动支付要哪一张卡，我交通要哪一张卡片，然后我电信费啊，我加油要哪一张卡片，可能就必须分很多张卡片才有办法享有比较高一点回馈。那从明年的回馈公告里面发现没有一张卡是非常全面的，基本上都是断断续续，就是可能单一个地方回馈特别高。那如果说你想要那种很完整回馈很高的话，其实就只剩下什么国内 2%、 国外 3% 的那种回馈无上限的信用卡，像是 LINE 点卡，我觉得
可能就还是可以考虑看看，那永丰必备卡大户等级还是可以考虑看看，但是就真的没有那种非常全方位的，我们就是静待佳音，希望明年有更好的信用卡出现，拜托拜托大家一起集气，就是明年会有更好的信用卡出现，这样子我们在消费上面就可以再额外省下比较多一点点的钱。那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有没有预想好明年的主力卡会换成哪一张了呢？